向远方的乌鸦，短促的行囊，挡不住的忧伤。炒苹果蛋糕做好了。爸爸，你喜欢吃这个吗？喜欢。那你去买这个啊。可是我今天我吃太饱了。不是明天。啊，为什么跳两页？这页有画好吗？什么？这个。哦，我忘记了。你要我帮你削铅笔吗？有啊，我这个还是也太短的。可是我的削铅笔跑去哪里了？在这里。对了，我来帮你保护了哦。好，你坐着。那你的铅笔没有给我啊？铅笔，爸爸也可以用这。爸爸，这个画，爸爸。爸爸，你这个画上，我也可以借你这个哦。好，那不是要擦玻璃的擦布哎。嗯，他画错的话都要擦了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哇，很尖，小心哦。谢谢你。好，那继续完成你的作业。你的作业很多哎，三鸟经哎，一在哪里呀？一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他等一下就发射火箭了。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在哪？十四答对了，你没有被他骗了。十五，十六，十七。十八，又答对了。十九，他都很用很多陷阱哈。二一，为什么要有很多陷阱？二三，二四，因为他在考你啊，是不是真的看得懂啊？大哥哥，你会念这个吗？嗯，会会念呢。二九，三十，三一，三十二。三十三，三十四，三十五，三十六在哪里？啊，你被骗啦！三十七，要跟一连在一起，这样子是什么形状？鸭子。臭鸭腰。可是这边凸出来了，你要擦掉它。不然怎么会这里凸出来？是这样子粘吗？这个要擦掉，这个凸出来的。对，好了。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答对了，噔噔噔噔，成功，又画了一只臭臭鸭。啊，那改天你要帮他涂颜色吗？对啊。